大家心情好吗？要来 DIY 水电，这个的话我觉得 DIY 是可以啊，但是我是第一次换这个啊、哦。它旧的话是这样子，旧的话是这样子，对。然后我已经拆掉了啊，它旧的话是有跟这个粘在一起，但是漏水会从这边漏下来。然后我们是想说直接换新的，这个就不要了，好、哦，这个就不要了。然后我们换新的话没有，我们换新的话，那就这样一个盒子 ，P 型落地水管这个名称 ，OK， 你去水电行、五金行搞不好都有，随便啦、啊，小北应该也有 ，OK， 它的配件就是这样子啊、哦，就是这样子。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个塞子的话，最主要是要把它塞到这边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当初设计的孔径太大了，所以这个塞子不够。那如果你是想要很完美的话，或是说水量很大的时候不会从旁边溢出来的话，我建议的话，你再去买一个 size 比较大一点的，可能比这个再大一号的，就是符合你地下的水管的 size， 然后去选择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今天对我们来讲就没有用了，因为 size 不吻合啊、哦。然后呢，我们装的话没有，它有这个接头，它有这个接头，这个有牙的就要对这个有牙的，好、哦，把它锁上去。我第一次做，所以就会比较笨手笨脚的哈。哎呦，它两边都有牙了，就把它锁上去就好。它这个转接头两侧都有牙，但牙的纹路不一样哈，所以呢，它有防呆装置。当你锁不上去的时候，就是另外一头。我刚刚就是锁错边了，这边就是正确的，哦，这边就正确。但是我的话没有，如果你想要再更 OK 一点的话啦，你想要再更 OK 一点的话没有，你可以用个纸肉袋，这个纸肉袋，哦。纸肉袋把它缠一缠，我不知道这样子可不可以啊，但是我看到有些人是这样做会更好一点。反正这就是外行人在做，因为缠的不是很紧，然后又很丑。不够丑没关系，因为待会盖子盖起来就看不到它每根丑，主要是降低它漏水的几率。然后我会这样子再把它弄紧一点，哦，降低它漏水几率。然后我们再这样子锁上去，锁到最紧。OK， 塑胶不要太紧，你就有带上去就好了。怕锁太紧的话，它会塑胶疲乏会崩掉。我看一下哈、哦。OK， 好。然后它就有这个，哦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我刚拆掉之后掉下来，所以这个在上面，这个在上面，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只能拆这个来对。那这个就要慢慢拆，因为我怕它会掉下来，我就真的完了，因为我就会哦看到了，白色这一圈是朝上的，哦，白色这一圈朝上的。OK， 那我们等下就知道。然后这个我也是会缠那个纸肉胶带，哦，就缠纸肉胶带，就这样，两边都会缠纸肉胶带哦。来，刚刚我说要纸肉带，已经把它缠好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把它装上去了。那我装的话没有，我会先这样把这个盖子先套上去，套上去之后呢，这样子，然后呢？黑色的一定会被压上去，压下去，像这个黑色就在上面，这个、黑色就会压下去，这很正常的哦，因为就要压下去。然后这个是放在上面的，白色这圈是放上面的，然后我锁会这样子锁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哦，但是我希望可以成功，因为我是外行的。然后就把它带紧，哎，不用带太紧哦。OK， 看这样不行了，好，你先卡掉吧。来，我想到一个办法了哈，刚刚我试了一个办法，就是直接把它弄上去，它会掉下来。那我刚想到一个办法，这个办法目前可行，它不会掉下来。就是呢，这个盖子先套上去，白色的再套上去哈，依照顺序套。黑色的纸肉橡胶套上去，纸肉橡胶的话，它有分宽的，这有一个斜面，哦，这个比较窄，朝下；上面的比较宽，朝上。你摸就知道，有点像椭圆形的哈，斜，这个面是斜的，上面比较宽的朝上，下面比较窄的朝下。哦，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。OK， 好，然后就这样子把它给弄上去。弄上去一点，不要跟水管切齐，黑色的纸肉橡胶不要切齐，弄上去一点点 ，OK， 然后这个就可以戴上去喽。戴上去的时候没有，这只手顶住，然后另外一只手把它锁紧，看你要哪只手锁，哪只手锁，哪一只手顶，哪一只手锁，随便你，反正目的就是锁紧。不是稍微戴一下，不要太紧啊，因为毕竟这是塑胶的东西，如果还会漏的话，再锁紧一点，看是不是太松的原因。刚开始我就不会给它戴太紧 ，OK， 然后这个。有看到吗？这个转折的这 L 型的这一头，不对哦，它是往下的，是少了一个头。OK， 我们就用旧有的来去锁看看吧。一样哈、哦，一样画葫芦，套上去，步骤一样。OK， 好，这个太浅了，我知道。
我先脚固定一下，因为我要调那个 size， 调那个它的长度。好，这个 size 是可行的哈，可行的，那我们这个就把它带紧。对，我想说把它裁掉变短，从这边下去更快，才不用这样子上来，很容易堵住。因为水要往上跑，很容易就堵住。不过没有办法，就整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来试看看哦，看会不会漏水啊？漏水最主要是在转接的这个地方，所以我先把它擦干净了，这样才知道哪里有漏。开始啦。来照一下水龙头，照一下水龙头，来有在漏水哦。好，往下照，看整个交接面，好、哦，还有下面有没有在漏，都没有在漏。好、哦，拿面纸试，它都没有在漏了，干的。所以呢，我 DIY 算是低空飞过的成功，因为专业的话会做得更好看。那我不是专业的，我的目标就是不要让它漏水。专业的话是要做得好看又不能漏水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啦。好、哦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哦，拜拜。